请问倒一种物件是咧台湾的风俗内底立柱的时阵会当送的礼物 ？A. 雨伞，雨伞 ；B. 鞋啊 ；C. 丝巾。是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哎，入厝的时阵会当送的物件哦，送什么？你不好拢送包尔啦。哈，对，无送烤箱啊，系啊，无送迄个电视啊。所以就敢若三个通啊，算雨伞、鞋啊、甲时钟。伊讲的是以前哦，以前的时阵人真正会送哦。我感觉是时钟呢。我刚刚是我直觉是时钟，我嘛感觉是时钟呢。雨伞是袂使送的物件嘛，是雨伞物在安尼。啊，鞋啊是讲叫你走啊，是安那。时钟可以带较久咧。鞋啊，但是讲人咧嫁娶的时阵咧嫁新妇啊，但是伊都送时钟，干嘛要做送钟啊？那是咱所以讲应拜以前，以前啊，做工这边有大，都在暗示这边。我有啊，我帮提供来啦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伊嘛在替你想啦。哎呀，哎呀，是鞋啊，是鞋啊。我来听你做鞋鞋。口罩嘛，嘿，好来对。我的答案呢，确定是 C 时间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时间对唔对？以前农业社会较无准时是看天气，不过时钟伫日语咱叫做多克，所以伊就是一款现代的代名词，啊，搁予大家较准时。然后伊以前的时钟不是干那一个时钟尔，伊的内底有镜，所以这个镜咱搁有辟邪的功用。然后咱大家人入去了后，拢对迄件笑眯眯，安尼其实会带来互因一间厝一挂福气，所以时间是较适合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